有，现在越来越多了。你知道我以前看后台哦，只有9%是男生，啊、现在已经多到了20%。哦、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弹幕里面会说，我是男生，我不可以买吗？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我说所有女生、所有男生，你们都可以买。而且今天你来的时候很特别，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父亲节专场。我们先给各位爸爸们祝下父亲节快乐，好不好？哎、就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哦，是的，是的，是是是。在直播间有父亲吗？也有，应该有、可能跟他女儿一起看直播的。对对对，那就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是，祝我们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谢谢龚俊。谢谢。好了，那今天就拜托你件事情，就是所有链接321你来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来。好，没问题。好，那我今天你来直播就我们先来个挑战吧。好不好，给就是喜欢我们的就美人们去发一些福利。好不好，什么挑战，就是绕口令。因为我们两个的普通话都没有特别特别特别的标准，而且我是湖南人，然后你知道这个绕口令完全就是针对我，那 我觉得对你可能比较的友好一点。那我觉得湖南和四川应该差不多、差不太多。对，一个湖南人一个四川人，看谁能够在最快的时间，我刚破音了，我刚破音了，就看谁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这个绕口令。 OK， 输的人有惩罚。惩什么惩罚？我输了我就发红包10000块的红包。如果你输了，我输了，你干嘛？请我发红包，哈哈，开玩笑。你输了，我也可以发红包。OK， 但是如果你输了，就做佩奇表情三连包。佩奇表情三连包，是你刚刚看到了佩奇没有？佩奇不是狗狗吗？是、那个，他的表情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模仿一下就佩奇的表情那种三连，可爱三连包，没问题。三连包三个表情包值10000块，值了。那你要不要多做几个，我多发几个10000块也可以的啊。好，那我们把我们的绕口令来，在这边真的很难哦。难不难？我跟你说，我第一句话我就读不出来。用普通话还是四川话？当然用普通话呀、你可以用四川话说。你用湖南话？我不会，我不会家乡话啊，我只会说普通话，而且普通话还说的不好。那我也用普通话吧。你用普通话 ，OK， 来准备啊，我们计时啊。如果四川话非常简单了，真的。真的吗？嗯，那你先用普通话说一遍，好不好？来，用普通话吧。我们先用普通话说一遍啊，来准备，3、2、1，计时开始。发废话，会花费话费，回发废话，话费发。发废话，花费话费会后悔，回发废话会费话费，花费话费回发废话会耗费话费，这是什么？哇塞，你很厉害呀、啊！你知道我第一句我可能要读很久，因为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就发和。就是哎，就是 F 开头的我都很难，因为我经常说就买这个护肤品，就是护肤品，然后我说的快就会护肤品或者护肤品，就是那种说。好，我来了，刚刚用了多少时间？22秒，我可能22秒第一句来吧，3、2、1，开始。发会不对，发会发废话会花话费 ，OK， 回发废话话话话。话费发发会发费发费话花费话费会后悔，我真的不行，这个太难了，我感觉我小学的语文都没有过的感觉。好啦，我受惩罚了，真的，我们来准备万元红包吧，好吧，给上万元红包，给上，我们准备起来万元红包啊，你们来准备万元红包的口令，等一下我们就会。给大家送上我们的万元红包，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绕口令太难了，我觉得绕口令就是我的就是死穴。所以今天我们就作为 Fresh 的就是品牌大使来到嘉怡直播间，就是你对 Fresh 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哎，不陌生。所以你如果要你从 Fresh 里面挑出一个你最喜欢的单品，你会选谁？我当然选，哎，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是古源系列。古源系列你很会选，古源系列超好用超好用，但古源系列之前我们稍微对美眉们稍微就是仁慈一点好不好？为什么古源系列太贵了？我是客户爸爸送我的，对，就所以我们就用的比较的开心，但他们用起来就很肉痛，你知道吗？ 是我们今天先准备一套所有女生们就是 Fresh 家我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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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的套装，第一个就是红茶 CP 礼盒，因为 Fresh 他们家就做什么，他们家就做就植物的成分，对，让你很安心的去用到我们的护肤品来保养你的肌肤，纯天然。就这一套，如果让你接种草的话，你会怎么种草？哎，我自己就用的是这一款，是，
我非常喜欢用这款。为什么？这个是红茶，哎，红茶的、这个、红茶紧致，嗯、它是哎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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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泥还是黑泥啊？这个是？它是白泥，对、哦、，black， 对，这是黑泥的，它是红茶的白泥款。嗯，它是紧致的涂抹式面膜。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因为对，没错，代言人说的完全没有错，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有点难，因为你知道吗？我也是研究了很久。它分白泥和黑泥。是，我用的就是这款。这个黑色的，因为这个是紧致的，这个是修复的，对对对，所以它有两款，就红茶系列，就一个是修复，一个是紧致肌肤的。而且这一款你用下来之后，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哎，这款它可以，我用完，我每次用完之后，嗯、它可以紧致我们的这个肌肤。是。它还可以提拉线条，因为我每天睡前我会用它。你睡前会用它？对，它相当于是那个叫睡眠面膜。睡眠面膜。对，睡用完之后，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就皮肤很水嫩，变紧致。因为你最近也是非常忙，又拍剧啊，又就是有活动啊，对不对？所以你如何保持就这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这，我现在真的很近距离在看龚俊哦，整个皮肤好到不行。哎呀，谢谢佳琪，真的好到不行。因为我用了这一款面膜，你真的是最强打工人，很会很会。那就是，如果要你从这两款选的话，你会选择黑色？我会选黑色，但是我要跟你种草这一款。哦，我没用过这款，我用的是这款。这一款黑色红茶紧致，那个大的那个啊、哦，大罐那一款。嗯，所有女生们，我跟你们说，这一款我一定要给你种草。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红茶凝实修护面膜、嗯、为什么喜欢它？我觉得你一定要用用看，试试看。而且我告诉你的用法一定要厚厚涂，因为当你们在比如说第二天要走红毯或者要拍杂志的时候，你一定要涂它。这个被称之为很多明星的红毯面膜，因为它在夏天的时候更舒服，就是你敷上去的时候会有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你要把它涂到皮肤上一层之后，你要再盖一个贴片式面膜，然后你再洗完之后，你的皮肤就降温五度的感觉。我知道了，是。像我在厦门拍戏就非常适合用这一款，特别适合用这一款，可以舒缓肌肤。是因为比如说你在拍戏，如果要拍室外的一些景的话，可能阳光紫外线会很多，对对对，然后就会晒得皮肤很红，是的，有点烫烫的感觉。对，有同学如果去三亚什么的地方也非常适合这一款，有同学去三亚也可以。适合这一款，因为做一个就是脸部的晒后修复，让你的肌肤舒缓起来就非常的厉害。是的，刚刚我们说的我们的红茶黑罐，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紧致修护，所以你可以说就是比如说一个星期用一次它，但是你可以隔两到三天就用我们的凝实、啊、因为这款就做修护，这款就做修护加紧致，回去就用起来，回去就用起来、啊、一定要用。我跟你说这个巨好用，这个也好用，嗯，两个都很好用，它就是王牌 CP 组合。而它里面都是 Fresh 加最有名最有名的一个精华，叫做红茶酵母。对对对，红茶酵母，因为红茶酵母它是植物提取，它就会让你的皮肤比如说帮你加速皮肤的代谢啊，让你的皮肤回复到那种很平衡的状态。因为肌肤平衡你的健康度就回来了、哦、肌肤不平衡的话，比如说水油失衡，比如说你的菌群失衡，你的皮肤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哦， oh, 所以要用他们两个哦， oh. 而且涂抹式面膜就是给你的肌肤吃满汉全席，贴片式面膜给你的肌肤吃快餐。所以美们，现在很多女生已经完全不仅限于用贴片式面膜，所以涂抹式面膜我跟你们说就是 fresh， 是 的，涂抹式面膜就选 fresh， 就选 fresh， 只要有经济条件就买它，就买它，好不好？来，交给你的任务是，交给我，我先说一下价格啊，天猫店铺价660一套 CP 组合，我们会有礼盒发给大家。佳琪直播间，你知道 fresh 我喊什么了吗？我喊爸爸。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说 fresh 品牌就是我的爸爸，啊、也再生父母，也是我的爸爸。因为他们每次给我们就是直播间的活动力度非常大哦。美们听清楚哦，330一瓶哦，我们一套是660。佳琪直播间到手我们减170的优惠券，490就到手两瓶，但是再送里面的红茶修复面膜 15ml 15ml， 这个是 30ml， 这个是 30ml， 再送 15ml， 再送330，就相当于是990的价格，我们只要470到手。哇塞，所有女生们 4.9 折活动力度哦，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一瓶两瓶三瓶给大家哦，好不好？所有女生490就到手了，三瓶相当于正装量的三瓶涂抹式面膜，来来，哎，所有女生和男生准备，对，然后呢，三二一，上链接，上链接喽！记得领170元回去，要不然我给你示范一下我上链接的音量。哥，我突然不困了，真的。我知道你来我这肯定不会困的，突然不会困。对对对，我跟你说，整个叫到就是你耳朵都可能今晚回去。明天导演说咔，你还是一直在演，耳边一直在萦绕。三二一，上链接。是。
好了，我们链接已经上上来了，在十号宝贝，大家真的可以去买买看，很好用，很好用。我们给让我们的同事帮大家上脸了，对，两款上脸的效果。哎、我们同事帮大家已经涂上脸了，大家可以就是薄薄涂、厚厚涂都可以。我建议大家，刚刚就是龚俊推荐的黑罐，你们就是厚厚涂，然后我们这一款零食就可以薄薄涂，薄薄涂，然后你会发现的皮肤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的皮肤真的就是 Q 弹 Q 弹的，非常的好，搭配真的很好用，超好用，你们一定要去用用看。是的，好不好？来，所有女生，我们上链接了，谢谢大家，领170的优惠券哦。哦，已经3000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领170元优惠券，还有最后的3000多份，我们这个面膜就差不多了啊，因为我们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一个 CP 王牌组合，你知道一般都不会，他和他一起上，这是今天你来了，他们两个才会一起出现。真的，我不骗你。你知道我天天跟他们做直播，他们就是这个加一个他们家陈塘面膜，就是去角质的、啊我，或者这个加一个他们家那个玫瑰面膜，这两个基本上不会一起来的。王炸组合，王炸组合，真的就是618，今天龚俊来王炸组合给大家，嗯，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自己拍，在十号宝贝，大家可以自己去拍下，现在没有了，下架了。哦，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吗？已经6000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辛苦大家，那我们帮他再加一点点，好不好？好的，那就是听说啊，就是你最近我也看到你很多的热搜啊，包括你很多的杂志，就是拍照很厉害，很会摆 pose。而且我第一次见龚俊是四月份啊、哦，是对吧？是是，我们哥我们啊没有啊，四月见的话是四月份，但我们很早就互动了。是是是是是，我去年给你打过歌。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 对, 对，我记得我记得，就是我们今年是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拍一个广告的时候，是是 是, 是，然后我先拍完，然后龚俊来了，然后我看他在旁边拍。就是你知道 pose 我真的特别特别厉害，所以就是很多人说，无论你是用什么，就是玻璃缸啊，都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没有没有没有，给大家看展示一下。所以你看，美们就是用这种玻璃缸都可以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水杯就可以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有没有？好帅啊！耳机也可以拍出哇！是的，是的。哎，我也有同款的这件衣服，是吗？哦，我前两天就穿了这件衣服，啊、有，我前两天就穿了这件衣服，是。他都困了。嗯，谁？佩奇吗？嗯、佩奇可能需要等下让你唤醒他，所以那你就教我们女生如何用就身边的道具来拍出好看的照片，好不好？教大家几个 pose。哎呦，太。太简单了，太简单。那我们第一个就拿产品吧。信手拈来啊，这是第一个比较容易的哦。第二，我会给你一个准备很难的东西哦。哎，这款五元修护滋养精粹，哎，很简单，摆拍它的 pose 是，就拿着。但是哈，注意这个 logo 一定要对向正前方，哎，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产品。哎，这样摆一，第一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个送给你。哦，厉害。果然是最强代言人哎，真的就是你照顾的细节都好多，所以是不是平时拍广告的时候，导演就会说正面正面，然后往下扣往下扣。你知道我拍广告的时候，很多就是导演会，就是我会喜欢这样的，他就会反光，他们就会一定要这样的。哦，是是 是, 是，他就不会反光。是是是，就觉得产品都是还要往下倾斜一点这种。因为光有时候在上面。对，他会打到上面。反光就看不清楚。好啦，我觉得古源水让你拿出来摆 pose 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对。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另外一个道具，因为你有一个称号叫做人间漏勺，然后我查了一下人间漏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就查了好多种版本哦，所以本人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人间漏勺的意思？漏勺就是指我做饭的时候会漏一下，会漏一颠勺。真的假的？你又骗我。不瞒你说，是就开始漏了。所以就是很容易说出一些，哎呀，就是也不是，哎，有的时候可能会漏一下嘛。我今天让你就疯狂漏，所以如何用这个摆出时尚的照片，我就不相信了。摆出时尚的照片，就是如果用它来拍照的话，你会怎么拍？颠勺。开玩笑了，这个应该怎么摆啊？嗯，就把脸挡住了。开玩笑，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摆、啊、这个。是，你觉得怎么摆会很好看？这个会不会露半张脸会不会好看一点？这样。
比如说哈，这下面看不到，就镜头只有半张脸。哦，哎，我们老师很厉害哦，整个哦，对对，这样就好看一些，就不能把它整个都就全部露出来。我们今天要卖这个吗？哦，不用不用，我请你来卖这个的时候，我可能不用上链接，全部都已经清空了。好了好了好了，妹妹你们学会了没有？就拍照的一些小 tips 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一个东西不太好展示，我们就只用展示它的一点点或者一个小细节。是，那也不是说就是拍照一定要放轻松自然就好了，就自然。拍照就好、啊、就不要硬凹拍照。对， 对， 对， 对，嗯，所以你要看情况、嗯、要看情况、嗯、所以下次当我以后我要拍杂志的时候，我先提前问你该怎么样拍，就取取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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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要看摄影师要什么风格。哦，就是你还会去迎合摄影师的风格。对，要看那个主题是什么，要看主题。比如刚才那个男友系列就要有代入感嘛。 OK、嗯、所以男友系列的代入感应该怎么样代入？镜头就是你的对象。哦，哟、哎、来咯，你真的是说来就能来了，你真的是。你看那个什么那个戴耳机看着镜头那个，嗯，你看摄影师就稍微低了一点，这不就是女友视角吗？哦，原来是这样的，好有技巧哦，真的拍照都是一门大学问。那接下来我们要带龚俊非常喜欢的古源修复系列给大家，好不好？所有女生们，古源修护来咯，这一款我跟你们说真的巨好用。刚刚一上场龚俊就说了，他最近最喜欢的 Fresh 就是古源修复。哎，古源修护系列，首先它非常高级，嗯，哎，其次它是纯天然， Fresh 的所有产品都是纯天然的。是的，对对对，因为古源修护系列特别适合这个，比如说我们拍戏哈、啊嗯，皮肤每天上妆，它是特别能够舒缓我的皮肤，是，对，还可以养护我的皮肤、嗯、还可以把皮肤变得更细嫩，可以让皮肤变得更细嫩，就这一款。而且你知道我用下来的感觉哈，因为我现在看你的皮肤，你应该属于干皮，对不对？不是，混合偏干。特别容易出油。真的吗？嗯。来 T 区来上来之前压了多少次？压了。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油。但是我现在看你的肌肤应该就是混合性、偏干一点点、哎，因为你不容易长痘痘，对不对？容易吗？不太容易，对、啊、但也会长、啊、就是那比较偏干一点点，那你就是真的很适合这款水。而且你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加他们家的古源面霜一起用。哦，古源面霜老板送你没有？没有送来那就好了。我说没有送，我去仓库帮我拿一瓶过来。哎、这款水非常适合夏天用、嗯、而且我跟你们说非常适合脆弱和干燥的沙漠皮去用它。对，而且也适合什么？适合岁月肌肤去用，就是比如说你是偏熟龄肌肤，这一款水你一定要用一用。它里面是用到的翠竹水、薰衣草水以及玫瑰花水三重植物精华，来帮助你平衡你的肌肤油脂。而且它还用了自然界稳定的白芒花籽油以及洋甘菊花油，而不是洋甘菊花精华，它的提取浓度会更加的浓一点点。而且它就是一瓶水，但是它有精华的效果，就是你没有用它的时候有感觉，它跟一般的水就是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稀稀搭搭的水，它是涂到脸上是有一种保湿感，但是又不油腻的一款水。对，就是我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油腻，是一点都不油腻。你看它的流动性很好，但是它不油腻，你就轻轻一抹它就会被你的皮肤所吸收，然后你再去摸你的皮肤，你会发现所有女生上面是软软嫩嫩的、哦、就很舒服很舒服，你也可以用用看。是 的， 是 的， 是的，就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嗯，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夏天用，是特别适合夏天用，而且轻薄不黏腻，就拍进去的瞬间它就被吸收了。你看它吸收非常快，而且我们两个手上都没有任何的油光。对，我来可以近距离一下，也做了功课，也做了功课，也做了功课。它里面有白芒花籽油，果然湖南人跟四川人的普通话就是不那么标准。是是对，它里面是有白芒花籽油，所以这一款就是古源系列里面的灵魂成分。像古源面霜，你们打开的时候，它的面霜上面会有一层油脂，那个就是白芒花籽油。哦、嗯，你是成分党哥。我用起来觉得非常好用，很清新，适合夏天。是，用完之后皮肤会变得细腻，我就会用它。对，但我没有特别关注里面的成分。你是代言人就好了啊，因为老板会经常送。我跟你说，送这个真的特别棒。是，我每次送他，就老板送给我的时候，把它放在我的那个就是最保险柜的那种小柜子里面，然后就当我的皮肤真的很不稳定的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用，因为巨好用。是，而且下面一个更好用，就是贵。那个3000多那个面膜巨好用，等下给你们来介绍。好了，准备好了没有？我来说价格了。所有女生们，最新款古源精华水，如果你是古源系列的女生，你一定要去把这个水配一配。天猫店铺价是1120，佳琪直播间今天晚上1090，买古源精华水送妹妹们，真的很厉害哦。
七毫升古元霜，七毫升古元霜，七毫升七毫升，四七二十八毫升古元霜，你知道二十八毫升古元霜多少钱了吗？1334。就这里的四小瓶就1334，就跟这个差不多，一个系列，对，就已经比这个还贵了。哦哟，美们真的给你们看一看啊、哦，看我们有龚俊的就是图标为证啊，美们看30ml 要卖1430，就是面霜哦，我们今天送28ml， 所以是1334每毫升的价格哇，所以美们我们今天买水送面霜，你们用用看，然后我们还会有什么？还会有龚俊的明信片一张哦。对的，还会有明信片一张给到大家。来，所有女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1090到手，领30元的优惠券啊！领30元的优惠券，三二所有女生、男生们，三二一，上链接。我的上链接是，所有男生女生们，三二一，上链接。哎呀，这样上去的，你跟我上链接。哎呦我天，下架了。来，我们再加一点哦，所有女生，我们再加一点给大家啊，我们的 fresh 的古元水，我们再加一点给大家，这款就是精华水了。你是不是眼睛有点不舒服？要不要一个眼药水？不用，没事，没关系，可以的，可以的。你准备一个，不用，等下他中途去滴一滴。对对对，辛苦啊！来，所有女生们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啊，领30元优惠券，买就送古元系列一整套。如果这一款你用完了，你觉得好用，你到时候在冬天的时候来买大瓶的面霜。哦，对，大对，到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们再尽量请一次龚俊来，然后给大家分享面霜。哎哎，但他这个小瓶呢很方便，随身携带嘛。出差的时候，出差的时候特别方便，随身携带，对，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架了，来，我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辛苦大家。好，我们再聊聊天吧，好不好？我让你再放松一会儿。最近就是有一部新剧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就是《沉睡花园》。哎，不是哥，我正在拍的是《沉睡花园》。哦，你正在拍的是《沉睡花园》。新剧要上有应该很快了，叫《你好，火焰蓝》，演的是消防员。消防员。哎，我有做过功课啊，那只是把那两个搞错。所以最近在拍《沉睡花园》。沉睡花园。累不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累。而且我听说你在《沉睡花园》里面演的是心理，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比如说哈，我里面会治疗非常多种，就是现代人哈，工作上班都有压力，是来我这咨询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的。所以你要去学功课吗？啊，会做，尤其是词儿比较难背，词很难背，都是专业的词语哦，一个都不能错。所以你是背词很快的人，还是很难背下来的人？算是比较快。我是那种一背就忘，我可以很快背，但是我一背就忘。但是你背产品的这个，因为我说了好多年了，我基本上都是在脑袋里面有一个系统，对，就会熟悉。很厉害。对，但是我觉得你们更厉害，你们要，你知道我背拍广告的时候，他给我一段词，我说等等等，等我5分钟，嘟嘟嘟嘟背下来了，然后一背了之后，他说来再一遍，我说啊忘了，就是我背非常快，但是忘也很快，所以就是新剧，就是你有什么想要给大家种草的点吗？就是让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关注一下，一起看看的点。你好，火焰蓝是反映这个当下消防员是如何抢险救灾的，然后题材非常的燃。是，当然里面也有甜甜蜜蜜的爱情戏份和120、119和120之间的甜蜜的小清新的爱情戏份，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哎，我可以说平台吗？多多关注哪个平台？优酷，可以。优酷是阿里平台，吓我一跳。哦，你真的，你玩，原来你叫人间漏勺，你真的吓死我了。优酷是就是天猫的，天猫的。哦，可以可以，多多关注优酷宠爱剧场。是，多多关注优酷哦，我们的新剧，好不好？多多支持龚俊，还有《沉睡花园》，我们在拍的，之后也要多多的关注，多多支持，谢谢，好不好？而且我之前在你的采访里面听说过，就是你会说，不要，把他吓到了，怎么回事？就是你会说，就是什么样的活动就会用什么样的面膜，所以今天你来我们的活动用了什么样的面膜？今天当然用的是古元系列白松露面膜，但是我现在要反驳一点，我现在是很多活动我都用这款，因为 fresh 就免费再赠了好多，送了你很多。我跟你们说，这款面膜真的又聊面膜了，怎么回事？买不起了，对不对？真的很贵，妹妹只是量力而行啊。我觉得今天来支持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是的，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有经济条件，对，你们就可以买。如果觉得它有点点的，就是这个价格有点 hold 不住，那没关系，等我们以后有能力了之后我们再买。是，就像我觉得我跟龚俊两个人以前很像，是，就是你说你会把一些贵的面膜然后留在那儿，等重要的活动的时候用。我以前也是，对，我以前在柜台上上班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如果有一个线下的活动，然后我就会用一张比较贵的面膜，然后如果平时没有什么活动，就用那种最便宜的面膜。是的，是的，嗯。没关系，是这个，反正量力而行，然后大家看得开心最重要。对对对，大家看得开心最重要啊！来，所有女生们、美们，
fresh 白松露面膜，我怎么办？我跟你们介绍它，我都感觉我有点于心不忍，真的。但是贵妇姐姐们冲起来，它真的好好用。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就是我就是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过敏，然后我你知道我叫口红一哥嘛，然后我就嘴巴这一周围就会一直就是去用化妆水去擦呀，去卸妆，就是我一天晚上肯定要卸个二三十遍，然后每天都是这样，我已经好多好多年，然后我就这一块位置就很容易红，然后我一洗完脸了之后，我这块位置就红到像就是烫伤了一样的感觉。我的天哪！是，然后就特别是最近换季的时候，我就是脸很容易过敏，但这一款真的让我觉得太安心了。就他们家最高端的古源系列的涂抹式面膜，它就主打什么？主打修复加抗初老，而且这一款就是脆弱肌肤都可以使用。是，它用到的是意大利的很珍贵的白松露，它就是一个你知道真的很难提取，而且它本身就很贵。是，你们去米其林餐厅的时候，我们吃黑松露啊那些东西都很贵，非常贵，非常贵，一小片就有很多钱。它的生长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目前是没有办法人工栽培，所以生产量是很少的。是吗？对，所以这款里面有几十种活性精华，以及多重氨基酸以及维生素。这一款所有女生真的有经济条件女生。试一试，就是你做完它就像什么，就像在特殊美容医院做完了一次1000块2000块钱的护理。对对对，因为它那个白松露成分非常的名贵。对，然后我会把它用作叫急救面膜，救急面膜，就哦，就我们要说救急，我们要反着说救急面膜。对，我又教了你一个小知识，就是我们广告法要说救急，不能说急救，救急面膜。对对，你的那个剧是急救，这个是救急，是好吧？啊，救急所有女生的皮肤。对，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你最了解的，就是 Fresh 家的白糖花籽油，对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古源系列精华水，古源系列的面霜，古源系列的任何产品里面都有白芒花籽油，这是最稳定的植物油之一，而且它就是维稳强韧，滋养修护，好不好？还有墨药啊，以及姜花根提取物，都是可以帮你细腻肌肤的。这个就是真的，你重要场合前涂一涂它。是是是，救急面膜。对，好不好？日常不要用，就把它锁在柜子里面，重要场合拿出来涂一涂，敷一敷，第二天早上出去光彩照人。来，所有女生们，这一瓶3500。佳琪直播间3450啊，我们50块钱多少都是爱，然后买就送，我跟你说很厉害，来我们一起数吧，好不好？你来数，你来数，你来，一进来这么多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这个也是吗？等一会儿，这是十个古源面霜，价值3337，这是十颗古源面霜，价值3337，再加两个同款白松露。一个同款白松露面膜15ml，再加红茶修护面膜15ml，再加红茶酵母精华水20毫升，再加我们龚俊的明信片一张，哇塞，好不好？买3450送3337的，就是白古源面霜，再送525的白松露面膜，再送165的修护面膜，再送128的精华液，再送明信片一张。所有女生们，这个真的货很少，就是 Fresh 家的，就是这一款王炸产品真的货很少，但是真的有经济条件一定要去买它。来，3、2、1，上链接来咯，我们上链接咯，12号宝贝哦，诶，我又忘记了，是我又抢了你的台词，我如果等一下再抢你的台词，我就发万元红包，好，抢一次发一次，可以。好，我一定不会了，等一下我不说话了，反正不是我发，反正不是你发，来我们的。就所有女生古源面膜来咯，大家可以去抢，还有20瓶没了，哇，太厉害了你！我的天哪，妹妹，那个龚俊的妹妹们，你们量力而行哈，是，好好，对对，我们两个都希望大家就是理性消费，快乐购物，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快乐购物，对，快乐购物，理性消费，你们真的太厉害了，看得开心，对，看得开心就好，看得开心就好，量力而行，量力而行，是是是，好不好？不要为了。就龚俊也不要为了佳琪直播间，是好吗？量力而行，老板也会理解的。是的，老板更想要所有女生成为可以用得起，因为自己的努力可以用得起，对，就是 fresh 的产品，还有很多也很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是，也是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对对对对对对，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fresh 大家可以自己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我们家老货还有200份，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先让龚俊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等一下我们再邀请他来，好不好？好的，好的，辛苦你。马上等一下见啊！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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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喜欢佳琪记得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马上龚俊就会回来，好不好？他去对，就是稍微休息一下下，辛苦大家。那我们来来来，
来来啊！第二次来到佳琪哥的直播间，非常的开心。就是返场速度太快了。是。哎，Hello， 佳琪，感觉直播间这是你今天的第五个工作。对，刚刚第四个是第五个工作。是是是。好，我们又来了，我们又来了，又来了，又见面了。刚刚我们是就聊完了很多就护肤类的就小知识。对。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别的产品，好不好？那聊我们的就是护发之后，之前我们先来玩个互动，让你的美们更了解你，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叫做五秒快问快答的抢答互动，就是旺旺等下会出题，然后我们两个就要抢桌上的抢答器，抢到了才会有答题的权利。如果抢答器抢到之后能在五秒钟内作答完成，就表示赢一道题。先抢了再说呗，反正。那是要五秒钟作答，不作答就表示你已经就是输了哦。啊。然后如果等一下，输的人，就是就要做佩奇可爱的就是三连包表情。如果就是我输了，我就发万元红包。刚刚美眉们他们都在领万元红包了。那我一定得赢。你一定得赢。好，我也一定要豁出去。给观众朋友们争口气。来，等一下你输了，我也发万元红包。那也不是不行。我要为你的美眉们谋福利。好。对，好，来，旺旺准备出题啊，来。第一道题，嗯，睡前一定要做的三件事，开始。你小心点哦，我很痛的，疼死我了。妹妹，我们慢点，慢点，不要睡前一定要做的三件事情是洗头、洗脸、洗澡。哦，洗头、洗脸、洗澡。洗澡其实也包括洗头、洗脸。好，来，下一个问题，哇，真的太厉害了，太快。统一起跑线啊！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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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慢点。对对对，不要弄到手。第二道题。最爱做的三个健身运动，三五秒钟，俯卧撑、仰卧起坐，然后立定跳远，立定跳远。你再说你以后去健身房给我做立定跳远，我要找别人监督你做立定跳远。也是会跳的，会的。练大腿的时候，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没有，就跳一个就差不多了。练大腿是会练的啊，就进健身房跟出健身房就跳出去跟进去。蛙跳就是我们小蛙跳，对对对对，完蛋了，我又要输了，怎么办？好，再来吧。我跟你说，真的，我不服老的，我要手速快一点，来。好，下一道题。YYDS 可以翻译成哪三个意思？哪三个意思？你完蛋了。我可以啊 ，YYDS 永远的神，四永远单身，还有有音乐丢失。哈哈，你到时间了。YYDS， 我这么一个老人家怎么知道这些？音乐丢失。我们两个都是音乐丢失啊。呜呼，爱你呜呼。我持不同意见。那要不要证明自己？不不用。是是是是，不证明。来，我们下一个。下一个问题哦。好，算我一道了，要不然这个游戏没有办法玩哈。算我一道，算我一道。来，说出三种口味的粽子。粽子。粽子。哎呦。猪肉粽，然后板栗猪肉粽，红豆沙粽。我天天卖粽子，我最近卖粽子卖到我就看到粽子我就说，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方家粽子很好吃的，不能这样骂品牌，不能这样说品牌，我也是打工人，剪掉，来，打平了，最后一道题了，准备好了哦，最后一道题，洗发前必备的三样东西，洗发前必备三样东西，洗发水、护发素、发膜，哎，好，你怎么是这样？洗发前我为什么要必备这三样东西？重点是。Sisley 的洗发水、发膜跟护发素，对对吧？好，算你赢，那你就受一下惩罚嘛，好不容易来一次，是干嘛？就是我发万元红包，你再就是模仿一下我们佩奇，等你很久了，好吧？佩奇，他好可爱，佩奇，刚才我抱过他了，佩奇，他好怕你，感觉是不怕我？我是他主人，佩奇他是谁？你还记得他吗？刚刚他是不是抱了你？嗨，来吧，交给你了。好不好？那就是，哇，就是你可不可以做佩奇的三连包？这个太简单了，就是佩奇 wink， 来吧，交给我们的工具。我已经 wink 了啊，你 wink 了 ，wink 还没来。哦，哇哇，下一条，好，别把他吓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佩奇，就是暗中观察。生气，有一点点生气的感觉。佩奇生气了，真的。很厉害，好，最后一个，佩奇就是卖萌，我不想吐舌头，真的吗？那我拒绝。OK， 你拒绝。卖萌，哇、哦，可以，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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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你知道我们每次在这边直播，他就在旁边一直就是抱，就是就甜蜜抱击给我们。是他很安静，他很乖。我刚才在休息室，而且你不理他，就会跟你哼哼，让你去理他。哎，他要干嘛？他想要就到桌上来一起直播，可能他想要来买麦迪亚的，就是 Sisley， 对的，想要让我头发变成像我们一样柔顺，就要用 Sisley 哦，好不好？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那旺旺，对对，姐姐接一下，哎，没问题，我佩奇我们上班了啊，给我们一点就是活动的时间，来，所有女生，接下来我们要跟龚军一起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品牌 Sisley， 就是我不知道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哈。但是佳琪先说一说 Sisley 这个品牌，他们家就是2019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护发类的单品。如果你出差的时候，你的酒店应该有见过他们家的护发产品，有的很多的酒店都会摆他们家的护发产品跟洗发水。是，因为这些产品，我跟你们说真的，在护肤跟护发领域，就 Sisley 他们家一直做的特别特别的专业，而且 Sisley 致力于用植物护发来做什么？来做头发的养护，给你的头发最好的一个修护。修护。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脸皮跟头皮其实一层，就是连起来的皮肤，它不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很多女生可能会把重心放在脸部保养，但可能头发忽视了。是的，所以我们那个护肤和护发都一样重，护肤和护发都一样重要。是，哥你说一遍，护肤。护肤跟护发一样重要。对对对，刚刚上播的时候嘲笑我护肤说不好，所以美们，这个产品我跟你们说真的，你们一定一定一定要试试看。我觉得每个精致的女生一定要把自己头发也要照顾好。首先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他们家的护发精油，他们家很专业，他们家有专门用头皮的，以及有专门用头发的。是是是。等一下我们也会上头皮的给大家。有精华和精油。是，那你可不用李佳琦的方式来给你的女生们推荐这一款护发精油。好的，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是。用完它之后，我的头发会变得非常有光泽。然后我的那个造型老师经常给我推荐它。是。然后它还有很多这个纯天然的成分。纯天然的成分。可以帮助修护发丝角质层。对的。对，形成轻盈的薄膜。看我功课做的怎么样。很厉害。是不是？而且我现在看你头发，你头发也非常好的发质，就很亮。而且很黑，是因为我今天用了 Sisley 的这一款，就是精华，头发精华。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他们都会说现在要做防晒，就你每天拍新的也会涂防晒，对不对？对对 对。我跟你们说，你知道精致的他们就会干嘛？他们就会给头发涂防晒，就像这一款产品，就是你涂这款就给你头发做养护，因为我们每天要晒太阳。其实我们就是身体部位最多的晒太阳的地方就是头发，因为阳光紫外线会让我们头发的水分慢慢慢慢的就蒸发掉，而且会让你头发晒得很干。有的时候即便你不烫，你也不染头发，但是阳光紫外线也会损伤你的头发。那如果你是一个夏天喜欢烫染的女生，这一款可以增加你头发的颜色的亮度。是这款精油。是，而且它可以修复你头发以及滋养你的头发，让头发非常有光泽。而且给你们看一下这一瓶护发精油，你应该用过，用过。而且我听就是你同事说你特别喜欢这款精油，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很好闻，非常的清新。是，它的味道非常好闻。看，一般的护发精油是金色的或者这种橘色的，但它的护发精油是种透明色。是，然后你只要每次挤一小泵，然后把它在手上捂热了之后，就抓在我们的头发的表面，以及如果你们是女生嘛，长头发，你就抓在什么？抓在我们头发的发尾的地方就可以了。所有女生们抓进去，你的头发第一个不油腻，但是你头发会立马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光泽。看它吸收非常快，是它的吸收就很快很快，而且它不会那么的油腻，而且薄薄的。而且所有女生们，它是一个薄薄的，就是精华，是薄薄一层。而且刚刚说到了，就龚军很喜欢这个味道，因为它的味道里面添加到的是柠檬、桃花以及琥珀和柑橘调的木质香调。像木质香调是现在女生男生都比较喜欢的那种香味，因为可能很多女生以前就买过玫瑰花味的香水，比如说果香味的香水，但是木质调会让你的头发哦，就是在你走动的时候，然后那个风一吹过去，就有种这种自带香水的感觉，清新的感觉，很清新的感觉。而且如果头发容易出异味的女生们，也可以用护发精油。是的，是的，是的，是。而且这一瓶哦，真的很大瓶。这么大一瓶，所有女生750，他们家真的巨专业，专业到无比的 Sisley 美们，天猫店铺价750一瓶，今天龚军来，我们到手价680一瓶，买就送。这个等下你拿走。哇塞！对，你等下带，因为你最近可能要经常去。对，是。他们家洗发水太好用了，这个很方便带。他们家洗发水太好，他们家洗完了。这些都是送的吗？送的，送的50毫升，送的50毫升，送的50毫升，一个洗发水，一个护发乳，一个护发膜，再加两瓶小的精油。这个小的精油你不要看它这么小一瓶，但它可以用很久，因为你每次就用2到3滴左右，你就可以全头用。我今天学习了。对，3滴就可以用了。三滴，
我跟你们说，他们家洗发水你们试试看，你们洗完了之后你们绝对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买。为什么？这瓶洗发水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洗完了头就感觉你用了发膜。哦，你今晚上回去等下试试看，你到底就用它来洗，然后洗完了之后整个头发你吹头发的时候感觉你头发变成了婴儿的头发。是的，它这软软的那种、哎、很舒服。对，它这款洗发水是一号的，是一号的洗发水，你很知道。是 是, 是他们家分号码的，而且每一个号码它的根据的发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对，所有女生嗯你说一号，一号也比较适合我，一二号都挺适合我的，二号可以蓬松头发，一号可以光让柔有光泽，而且柔顺起来，柔顺起来，好不好？所有女生们，他们家洗发水50毫升但是很贵，因为我们的赠品总价值是583元，准备好了没有？ 5.1 折给大家，来领70元优惠券。321 CC 护发精油来喽，他们家护发精油超好用的哦，你们一定要试试看，而且这一瓶真的可以用好久。你知道他们老板第一送给我是去年的时候送给我用，然后我用了真的一年多还没有用过、嗯、是真的很好用很久，因为你每次只要3滴，刚刚龚静说了，每次只要3滴就好了，不用多量。来我们再加货好不好，我们再加货，只有3000瓶，我们今天晚上的精油只有3000瓶，对不起，我要发万元红包。我又忘记了两次，我又忘记了，我刚刚喊了321，没听到吗？我也没听到，我也不记得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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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来吧，来吧，快去准备我们的口令吧。等下发给你们，等下发给你们。真的，我完蛋，我今天工资全没了。我今天就是给你白打工的。直播间包青天，正式在下。直播间包青天，谁跟你起的？直播间的包青天，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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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没问题，等下给大家发两个我们的万元红包啊。然后我们的 Sisley 的护发机油已经加好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拍，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发现你的头发，你们应该没有就是头发的困扰吧？就比如说，就是假发片啊什么的都不需要的。假发片前段时间头发比较短的时候，你这是不是造型那时候接了一点？我们是没有假发片，可能就是那一块就是秃的。哥，我推荐你是用它的精华，为什么？非常好用，它可以生发。我今天听田老师说的这个哦，就是你的那个就发型老师说的是吧？不是我的发型老师，啊、就 Sisley 请的发型很专业的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发型顾问，我知道他，我知道他。田老师，对所有女生们，因为哦，跟大家说一下，美们，因为头发每个人的就是你像龚俊现在头发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你头发非常非常的浓，而且非常非常的多。嗯，但是有一些女生头发可能比较的稀疏，是，而且有的女生她们不会照顾头皮的护理。是，我纠正一下，是是不是生发，它是可以保养我们的头发，头皮，对，保养头发跟头皮啊，很严谨，很严谨啊，很严谨，非常严谨，非常严谨。对，所有女生们，就是因为它是用高科技的胜肽，对，一般胜肽这个成分是用在脸上来抗老的，是，但是我们的头皮也要做什么，也要做抗老，以及我们的头皮也要做养护。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用到什么？用到 Sisley 的头皮精油。就这一款的使用方法也跟我们一般的精华油不一样。我们精华油一般是用在哪里？是用在我们的头发的发尾的地方，跟发。就是头发干枯的地方，但这一瓶是你洗完头发之后直接用在你的头皮上。是的，对，就是你洗完头发了之后，你的头发吹到半干，大概90%七八十九十干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滴在我们的头皮上，用作什么？用作头皮精华去使用。它可以给你的头皮注入能量，而且它里面会有很多强韧的复合物。其实刚刚龚俊说那个点没有错，就是我们让你的头发少掉，让你的头皮环境更健康，就相当于生发了。是保护一下，对吧？是的，当然少掉跟头皮健康就相当于就是生发了嘛，让你头发更多啊。对，尤其像我。去年哈是在横店拍古装，就特别担心自己的头发。为什么？就一天天闷在里面。对，我去年就应该先知道 Sisley。你去年就应该先代言 Sisley 的。对，那他们老板就是往横店疯狂送。去年就应该就一瓶一瓶这样用的。对，所有女生们，真的像可能很多人夏天会戴帽子，就跟你拍古装剧差不多了，对不对？一戴帽子戴一天，是戴帽子就闷在里面，然后头皮环就是很不透气。这个时候你回到家，你已经让你的头皮一整天都不透气，你回到家一定要头皮好好的放松一下。而且这一款啊，针对于很多头皮脆弱的女生来说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困扰，因为我天天要做造型，你应该也是，是，然后天天喷发胶，然后还要用夹板，还用夹板吹风。嗯、我问你们说，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些就是美发产品会让你的头皮会很刺痛，是，包括有时候烫染也是会觉得哇好刺，然后会看到头皮红红的一块一块的。我跟你们说，它也可以帮你来修护，对，好不好？这一款所有女生，我们教大家一下怎么用啊！来，请出我们的同事，我们教大家怎么用，有一点点的就是需要技巧，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不用这样，对对对对对，我还是蛮高的啊、哦。
就是洗到半干左右，然后擦到半干左右，你就把我们的精华就滴在你的头皮的地方，就滴进去像涂脸一样，然后再用手指轻轻的这样按揉按揉按揉涂抹开，这样涂抹开，这样涂抹开，它很好吸收，它非常非常的轻薄，就这样涂抹开之后，然后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就好了、哦、它会有种清清凉凉的感觉，是 是。而且当你就是整个一整天压力很大，然后头非常非常紧，然后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洗完了头发之后，你再用它涂一涂，感觉很舒服，就还可以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对，你也可以就是在里面给大家就是做按摩，然后包括你买那种头部按摩仪器、嗯、你也可以叠加在一起去使用，这样配合用就可以了，很简单，它会让你的头皮越来越健康，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精油，比如说乳木果油以及棉花籽油，还有所有女生辣木籽油，再加上西番莲的一个精华油，它可以帮助你修复你的发丝角质层，以及它可以帮你非常轻盈的帮你保护好你的头皮。最重要的是里面有我添加了两个我很喜欢的成分，一个叫做马鞭草，一个叫做柠檬，这两个成分就会让你的头皮非常的舒缓，跟有点凉凉的感觉，放松的感觉，而且它也是龚俊喜欢的木质香调的那个味道，是的，就是、跟那我们的精华一样，非常好闻，非常的清新好闻啊！今天我们的我一定不会再说三阿姨了，天猫店铺价这一瓶头皮精油1420，佳琪直播间1320，领100元优惠券，卖就送我们的所有女生正装强韧护发精华，我们送正装的洗发水一瓶。这瓶洗发水550块钱一瓶，随机有垂顺款，有柔顺款。哎，哪块是二？哦，这三号。这是二号，这是你用的，用对你用的是这一块二号。挺好用的。他们家这一瓶是正装的洗发水，你们试试看，这两个一起去试试看。我跟你说，超好用，你会整个会被整个就 Sisley 的护发被折服掉那种感觉。这个是目前为止我心目当中的，就所有品牌里面做护发，它是我心目当中的 top。很专业，很专业，而且很好用。嗯、来，交给你了，顶尖级别，我一定不会说那三个字。哈哈，好。来，直播间的男生女生是，请注意，三二一，上练。我不会上得当，不上当。来，所有女生领100元优惠券哦，到手价1320，领100元优惠券，往下滑去领取优惠券。好不好？100元优惠券往下滑，详情页面会有100元的优惠券，大家一定要记得领取优惠券购买啊！辛苦大家。然后我们的就是精油，还有最后的300瓶啊，我们的精油142宝贝的精油还有300瓶就没有货了，因为我们只有3000套下架了。来，我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辛苦大家哦，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你们太支持我们的直播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啊！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也要记得多多关注优酷。我们会上的新剧以及我们现在在拍的沉睡花园，你好火焰蓝和沉睡花园， 是的，多多支持龚俊的新剧以及龚俊的新的作品，谢谢，好吧，无论是综艺音乐会有吗、哎、最近以后会有准备吗？我刚录完火焰蓝的主题曲，也不是主题曲，就对对，会有，会有，期待一下，好吧，多多支持我们龚俊的，就是电视剧、电影、音乐、综艺等等等等，是他的所有作品。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请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每一个嘉宾都会送出对男生和女生的祝福。今天可不可以就是让你用四川话来给他们说一句你对他们的祝福？哎，非常感谢来到直播间的男生女生们，谢谢大家关注我，也关注佳琪哥的直播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Sisley， 谢谢谢谢，辛苦，还有多多关注我们的 Fresh， 好不好？对，还有 Fresh， 谢谢大家，辛苦喽。好了，那就是这个，对，你就带着了啊。哦，谢谢，这是吗？对，又收到了礼物。对，就是因为他整个要等下要赶飞机，所以我就是马上得赶飞机了。然后他在那边拍戏，可能就有些产品没有什么用，我就把 Sisley 的所有东西都全部让他带走了。好的，好吧，辛苦你，谢谢，欢迎下次再来玩，拜拜，欢迎下次来玩，谢谢，辛苦，拜拜，早点休息，拜拜，嗯，好，谢谢大家，谢谢龚俊，辛苦，然后大家还可以。